如果要说招募的话，这个流程就是一开始肯定是到漫展，或者说我们自己办音乐会，然后面对这些粉丝，然后粉丝当中如果有才华的人愿意加入我们，然后他会联系我们。然后到我们乐团里面的话，首先就是要经过一个面试的环节。面试这边我主要管业务，然后还有一些出勤考勤上的问题，然后他这边会把控一下，然后也就是综合考虑乐手的技术水平以及出勤情况来，有大概3个月的试用期吧，然后也是比较正式的一个考核流程来，筛选咱们需要的一些乐手。我们一开始排练的时候是会统计大家这周六有时间还是这周日有时间，然后经过长期的训练，然后把排练的时间固定在了周六，每周六的下午我们就会在左岸七号来排练。为了音乐的效果，我们不会在车库排练的，不过在早年的时候有过在公园排练的经历，对，直到现在我们才有一个固定的大场地。